阿里蛋，不是说那这个进化要小心哦，你不能当是点燃啊，不能这样点燃，对，要小心，尤其是在红 buff 那边的对，上面那个位置，那个很危险。那我跟你说，我是 Maple 的粉丝，我现在每天都七点就起来看 Maple 开台，我不是很快乐，你不是，我现在很不是很快乐，你甚至是有点生气吗？哇，那太生气了，中路也生气了，点了，先 A 起来，在 DYG 的六鸟有一根眼，所以他应该是有看到那个悟空走上来，是，哦，那这是一个好的蹲点哦。队友人也在靠了，在这边 Kino 先来，海边是他的主战场，选择先进场。六六五针对是这边的辅助，连续的第一控到 Kino， 那 Kino 还是交出了闪现，之后是闪现六六五变成了纳米。在三等情况下不能交大，只能用泼水的方式帮助自家的队友，那自家的队友有机会去打。无暇被迫交出了一个闪现，但一滴的血量无奈只能一技能往上逃命，而由最短的一个辅助，我们看这个眼睛，他被这个眼睛看到了，所以大家都知道哦，他要进来了。那尽管下路被推，但雷欧娜他靠过来，甚至他是直接闪现上去硬那打那个 Q， 把那 CD 打完，搭配威尔哥去杀掉第一个人哦，变身之后就完全是 NFT 的局了。完蛋，哇！这里一进来就是直接被一波的包夹哦，这是已经策划好的进攻，然后搭配着 Yushu 的直接就一波爆发嘛，这里就是把伤害灌上去，只要让六六五变身就没问题了。没错，虽然文这边的状态是比较差的，甚至也会比较慢到，但他这边是也成功的把敏智给拖住了。而且这个蓝掉在他身上，哇，好舒服啊！哎、欸，画面回来，中路也打了起来。欸、没想到是文在中路被夹死的同时，六六五并没办法去帮助自家的中路。他怎么会死？看起来是被伤害吗？这里悟空 A 上来的话，交闪。等第二波悟空来了，然后他还要再上去，直接定。Okay、他因为没闪了，这里交进化还是会被悟空给打死。他后面也太皮了，因为他第一波交闪之后，其实六六五画面回来还在打，六六五跟晕眩被利凯闪现给躲掉。后续第二个呼啸发送了跳跃的利凯，到了射击的位置，直接把猎鹿给射了下来。这个阵容好像就舒服，好像还不能算优势。其实这个组合在前面打线没有真的到那么 OP 啊，但至少要一箭双之后才会很强。哇，这里来到了小龙池，小龙虽然吃了，但大绝已经六等了，定到猎鹿瞬间就是直接翻倒，后面位跑不掉，小金鱼也是倒地。其实吃这个龙，我觉得哇，现在预示着拿了四九你太轻松了。另外一边 FD 想要出手，抓的是下面部的挖口，日本圣芒直接被走位给拉了一下，挖口是被缓住之后，用连续的走位想躲，但没有双招。六六五的进场成功将人头给拿下，不过来到了中路，双方的中路位看起来都在位移往下去走。敏智点人的时候被抓到了，我们要回头看一下前面的画面了。这里看起来很痛哦，看一下一宿，直接是开。他进化闪现，我觉得他撤退的路线好像有点怪怪，他应该跟纳米走一起啊，让纳米才能救他。你说直接往下走？对，但他选择往上走，继续拖时间啊。是，跟对面大眼邓小眼，六六五一次进场针对的是要悟空，但呼啸反身的回转搭配了海浪的进场，六六五是直接蒸发了。后面位置一球想帮忙自家打野，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帮助，直接是被呼啸的棍棒给打死。队友跟不到啊，小金鱼在右边也是被打残的情况下，挖口的自热图路已经扫了起来，交了一个治愈，但还是吃了大量的伤害。后面的位置悟空在追，回到了中路，敏智跟文打了起来，点燃也给了下去。太厉害一个蹲点嘛，但他们好像有点高估了自己的伤害，他们是 all in 在悟空身上，但这个悟空大绝转出来之后，配合着纳米的大绝的 CD， 尤其是两边的 AD， 挖口是一瞬间就到了输出位，但小金鱼是被卡在了右半边，没错，所以伤害面向是完全不够的。后面位还是一个超高量的输出哦，挖口这一次，而在另外一边的话，吃霸王速度确实不够的情况下，只能用压力的方式。看一下第三组跟悟空能不能抓人了。我觉得要给，我觉得 BYG 不管怎么样，虽然吃得慢，但他要逼对方过来。六六五出去了，哦，调皮，海浪要进场，六六五消失。
最后后面伊许也过来，但也是融化。文虽然过来打出了一个 CC， 但凯尔还不到厉害的地方，而且挖狗后面直接一个 triple 拿下了一泽，准备收夸爪，塔狗不得已开启自己的大绝。他怎么有人皮了？后面再一个水球套到文，交了一个闪现，再交一个进化，交了一个飞仙，再交一个进化。他想出去操作一下，他想吸经验是不是？他操作了一下，然后他直接被两个大给欧印就倒了。你在你眼里是操作，在我眼里是作死啊！哎呀，他这样子直接摆给很尴尬哎。哇，那然后小金鱼这边是哇一路扫死，是这边已经有收集者了，突然爆掉，直接倒地。哇，还有这边很痛苦哎，是他一定得来，他一定得打嘛，没错。对了，但队伍这边在被对方先手的情况下是一定得输。那现在有巴龙，就是等最后一刻了。他是有机会能够 carry 的，但就是不能再有这种。哇哟！但是就是挖口飞出来的瞬间，不得已 tackle。这个经验条还差一整条，是。我现在连六秒都给他了，对，红 buff 也给他了，双死好像也要给他。有没有能量干玩法？疯狂发育，疯狂发育。如果没有，好像这个巴龙团打不了。不是这个怎么在吃六鸟？怪怪的。怎么在偷吃？怎么在大鸟留着？再留着给大哥。大哥还等下回来吃大鸟。大哥要一路刷上去喽。是这来了来了来了。这看着是一个欢送的步伐。大哥好像要被抓嘞。哇，来了！看到凯尔有机会 ，MT 卷着往前压，但是目标已经开团的好机会，立场就在后面。目标看起来是凯尔，他可被留住了。悟空转进来，他又不断挥，交出了大绝。但下一步还有绝挥吗？他可以吗？他站在位置，交出闪现，拉到后面，在前排位置已经融化了。立凯准备变大的进场，目标看起来是文，还是小金鱼？直接一个闪晕，小金鱼一技能还是没有跑掉。最后 BYG 拿下的是三颗人头。好，这里赶快把兵线洗掉。呜、哦，被留到喽。瓦口来了，直接要打。大哥，大哥能救世界吗？水球没算好，文活了。看一下 Taco 被红六母亲推掉，但是没关系，有他我先，他不想推到 A 到了。Kino 必须交技能，其他还在回。他也没算好。大哥呢 ？Taco 一打四，有没有机会？一直挥下两个 Double K 啊！哎呀，他是你上帝啊！这个我得说，敏智这波进场非常漂亮，直接把对方阵型打散，但凯尔这个大绝加上后续的这个拉打是创造了一些输出的空间。你看这边凯尔基本上没有受什么限制，利凯这边是抓着小金鱼这边晕到之后一个 Q 收掉嘛，在这个时间也是4-2，但塔口这边很聪明，先把兵给清掉。那这里很可惜，纳米的 Q 没有算好，但凯尔站在一个什么无敌的输出位，路仙完全不敢过来，他这边删一下就没了，是，然后这就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一直挥，他们想挑战神，那对上神就是要倒地。哎呀，我就说了嘛，要听神明的话。其实到左边现在有点天堂地狱来回走，奇怪，我们刚不是赢一万吗？现在好像只差5000。哎 ，TP 来了。他现在有什么装啊？他刚补了什么？等下在团战里面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巴龙最后的决断是谁呢？巴龙视角 BYG 拿下，而且刚刚没推到 Taco， 但 Taco 又是继续的开挥了，能阻止 Taco 吗？后方只是敏智进场出到三个人 ，Taco 一个大绝进场，我的鞋要炸在这边转的节奏，他还有一千，他打成1000块，他挥刀这边全都要倒地 ，Double Kill get 到 Taco， 还有吗？这里可以推塔哦。放慢也无所谓，是来看一下看这一波。这波其实以这个巴龙位置 ，FT 应该当下的 call 很明确，就是我们拼团，团打赢就好。那这波其实基本上 ，FT 其他四个人不重要，你就看着凯尔玩就好了。全部人都只是去卖的，关键的是这个凯尔就是一个人伤起来了。没有人可以阻止吗？他一个三四个，一个大绝下去，大家都被跑，然后开三两下，啊，这两下1000块，然后这里再继续三，没有人挡得住他，他两下挖口就倒了。他的伤害太恐怖了，他回去可以补什么？他刚拿1000块，他又在刷，最后5478，现在这些其他四个都不是重点，是重点是那一尊有点猛，想出手抓到了威尔哥65交惊人，凯尔正在回到正面的位置，不要去选择 O E 吗？65交出了闪现拉到好位置，找寻机会，但一个视野看到第三左了，可以这边意识拉满滑上去，另外一边要抓的是19，抓的是辅助19，完全扛不住，是直接融化，后面上帝准备要降临了，天使下凡，那降临的瞬间能挥吗？海浪捞起来，大绝先开 Taco 想追击，挥了两下，但悟空直接拉掉，这一波 Taco 没有大了，但还可以追吗？
下一个进场吗？敏智利用自己的极速冰刺给点压力啊，主要是凯尔还有 GA 啊，所以 BYG 这边打得很绑手绑脚的哦。那、啊、现在要做尝试，不过威尔哥就在后面帮打开灰了。Taco 想做尝试，立凯选择先秒前排，打得了吗？Taco 挡不住了，对面人直接杀进去，把对面旁边的人都给打掉。这里冰清得掉吗？对方是五个人，而且感觉是想 TP 回来拼一波。这里要做 all in 了 ，Taco 作为最后的希望，他能承受住吗？他都没有大绝，压进来，但他有天使甲，你把冰清掉就好了。一直推，一直推，进场是敏智 all in， 先秒掉 Taco， 天使甲被打出来了，在后面。水熊没算好，限制 Taco 位置还不错，看一下呼啸下一次进场叫闪现的在位前。正面的位置，文也在做尝试，限制住了敏智。Taco 在外面等，前方位置打完，剩下真的要以一敌五了。我开三，开三。Taco 给点压力，不要去选，先清线。他大绝快好了，能够拖吗？跳进来啦，反正东西推到了，跳进直接进场，将上帝打倒。这里从现在开始是上帝禁区，让我们恭喜 BYG 拿下这场比赛。哇！